不需要每天在那边摸底，我摸我摸我摸摸摸，哎，等一下摸到大白鲨怎么办？老船长已经摸到了大海怪。在这个时候啊，你还愿意打开电视收看节目，已经是难能啊可贵。当然啦、啊、小弟相信啊，我的收视率啊一定是怎么样，全国第一啊。为了下列米，因为看我节目的观众啊，大部分这一波都没有挂。什么样的观众投资人会挂掉呢？就是啊，乱看节目，乱拿资料。要不然就是呢，做那些我叫他们怎么样，不要碰，不要碰，不要碰的股票。而他们就怎么样，非要买，非要买，非要买。结果怎么样？哎，我常讲啊，当我老船长准的时候哈、啊，往往都是血流成河啊。因为我是国内啊忠言逆耳第一名的分析师啊，我讲话很多散户不爱听啊。举个例子 ，for example， 哎，那个阿炮 ，LED 不要买啊。嚯，金电呱呱叫呢，老船长，嚯，叫我不要买 LED， 开什么玩笑？金电多好啊，对不对？哦，这种股票此时不买，更待何时啊？啊，拼命买，拼命买，沿路加码摊平，最后怎么样？断头啊 ！LED 准不准啊？嚯，老船长，你只要你神准，我们就断头啊！那有没有其他更准的啦？有，哎，那个阿农啊，这个 LCD 啊也不要买啊！开什么玩笑，人手一张啊！散户在想什么？老船长你都不知道 ，LED 有够俗的啦，真正有俗，有够俗，看到没有？这个还要跌啦，你放心啊，一定会让你断头的啊！看到没有 ？LED、LCD， 哎，老船长你不止哎，你还告诉我们哈、哦，太阳能哦，一张都不要买，千万不要碰。代表作新日光，我缩小给你看，这能买吗？又是一个大头啊！哎，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你有断头啦，你有什么？我还有什么？照打啊！华雅科最近反弹又怎么样啊？又怎么样？这边有没有在全国观众面前预告六字头华雅科千万不要玩？不听不听不听！我看你多有钱，光这些类股还不够哦。各位看我节目看十年有没有？哎呦妈，我都做超过十年了，在镜头啊！我哪一天讲金融股好？你把 DVD 找出来，会费全免。老船长，金融股为什么不好？金融股基本面好不好？好啊，猴个塞个雷啊，怎么会不好呢 ？EPS 呱呱叫啊，国泰金资产冠全国啊，对不对？细，来跟我念一次，细，哎，伟雷夏雷米，基本面好不好？好，技术呢，不是很好，筹码也不佳，
所以你只看到基本面好，其他的你忽略了。那股本呢？看这边，1256亿、啊，看到没有？台北股市的经常量是700到800亿，1000多亿的股票你去买来干什么？老船长，我们去买来套啊，恭喜你啊！吼嘿，哈哈，对不对？我还能讲什么？老船长，这些天王级的类股哈，你全部都有讲，而且你讲好久，都讲在之前。那因为别的分析师啊，都说他们很好。别的分析师啊，不但说他们好，别的分析师还会怎么样？见风转舵，各位知不知道？哎，老船长什么意思？就这些类股被我老船长神准预告挂掉之后呢，他们就转战，各位看到没有？转战什么？就像当年国民党怎么样？转进台湾啊，其实是逃到台湾。我们的教科书上面不能写得太难听，这样懂吧？这些投顾老师啊，丢下他们的会员，他们的会员都血流成河，对不对？然后呢，他们就转进苹果概念股。哎呀，苹果9月要上市啦，8月份开始啊，你看每，几乎是每一台，我不敢讲每一台，大多数啊，90%啊，因为我说过我不喜欢讲每一个，会讲每一个的都是金光党。信口开河的人不是金光党是什么？所以你看电视，只要有人在节目上讲每一个投顾老师都怎样，那个人就是诈欺，就是金光党。我讲话我负法律责任。每一个至少没有包括我，出庭作证的时候，法官问我会说我没有，不然可以查证啊。所以今后你们在看投顾节目，你只要看到有分析师在节目上讲每一个投顾老师都怎样啊，只有他没怎样，那个就金光党，这样知道了哈。好，你看我又教各位一招，对不对？那苹果概念股，大家都看好90%的分析师。有一个兔崽子，他的名字叫老船长，各位有没有听过？哦，没有听过啊，没有听过没有关系啊，啊，不是重点啊。这小子啊，这兔崽子啊，就喜欢跟人家不一样，还在节目上宣告说，中华民国分析师里面啊，就他一个怎么样？叫大家苹果概念股，一张都不要买。你说这种人是不是神经病？国小一年级都知道 iPhone 6要大卖啊，缺货啊，创新高啊，啊，苹果概念股接单接到手软啊，台湾这些苹果供应链还不赶快卡位啊？你说那个老船长可不可恶啊？白不白痴啊？好像也对吼。啊，但是啊，股票市场是谁说了算？哦，盘面说了算是不是？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来看一下盘面怎么说苹果概念股。阿内利公，好不好？啊，好啊，这种公平啊，哎，没意见啊。你有什么意见呢？你是个摄影师，你有什么意见呢？奇怪啊，那么胖还不知道减肥，对不对？啊。看到没有？嘉联益，这个是不是苹果概念股？是，啊，看到没有？哇，要出来啦！苹果赶快买啊，买了一个大头下来挂掉，对吧？哎，老船长，你讲的弱的，我们拿最强的来讲，好，最强的最强啊，大力光，这个头大不大？各位，哎，这有点像大头光啊，对不对？这头够大，大力光、大头光，哎，差个字，不要那么计较，好，看到没有？嚯嚯，这公司好不好？各位观众，一级棒，好到不行啊！我对这家公司可以说啊，非常佩服他们的老板，台湾之光，真的，大力光就是台湾之光。维雷夏雷米这么好的公司赚这么多钱，难道不是台湾的光荣吗？总比那个鼎新味家好一千万倍吧，嘿嘿。对不对？但是怎么样？
锁得稳稳的。啊，当然啦，这是有钱人的玩具啊，让有钱人去套，有钱人啊，套不死的。听得懂吗？他100亿的身家输1亿也没关系啊，所以这种股票我们只是拿出来怎么样？哎呀，对不对？意思一下，各位真正买的是嘉联益啊，对吧？瓶盖股啊，那有没有好一点的瓶盖股？有，这只也很好，可成啊，对不对？哇，好棒哦，可成啊。这也是算是另类的台湾之光啊，它没有大力光那么好，但是它也是非常棒啊，对不对 ？EPS 非常高啊，结果怎么样？两个字挂掉，瓶盖股啊，老船长，那批评人还不会吗？对不对？我们也会啊，来来来，老船长，你的位置走开，我们来做，我们来批评，哎，批评人哦很容易啊，那自己要做得到。那就是比登天还难咯，各位同不同意？同意同意啊。那老船长你做什么？我做这个，看好啊，我做这个啊，一路创新高的啊。你的股票在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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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哦。啊，盛华是不是？盛华在下面看不见，哎，荧幕下面了、啊。要刮别人的胡子，自己的胡子要先刮干净。那当然啦，我今天胡子啊没有刮得很干净啊。但是各位观众，还可以吧？还可以哈，还可以哈。你的老师带你买的股票在哪里？在这里呀、啊，老船长，在这里呀、啊。啊，你的老师在节目上哦，继续表演是不是啊，导播？进广告。买房别再等，捷运来了，商圈来了，影城来了，人潮来了，来来来，快来海洋都心啊！中央花园26258880，不是青蛙不下蛋，不是鸭子不呱呱，没有错，就是这道光，让老船长带你乘风破浪，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打遍天下无敌手，你还在等什么？02-2389-8689，02-2389-8689。股海茫茫，千变万化，多空趋势如何掌握？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启发头部卓越理财团队，整合优势资源，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最好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启发头部。02-2389-8689，2389-8689。头痛，请用五分钟。爸爸，欧派气密窗专利复合式导块，石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有了欧派气密窗，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在家里打鼓也是白有。吹气听，先用气听五分钟。时光啊，它是不可能啊倒流的，而且啊光阴啊从来啊都不会等人啊，所以 time waits for no man。 老船长你的英文很棒哦，废话比你棒。嗯，我知道很多的人啊，这一波大盘跌了1000多点啊，100万可能只剩30万，我讲这个话不夸张吧？对，他参加的是其他的分析师啊，让他最干的是什么？各位知不知道？
他的钱100万剩30万，他的老师在电视上天天涨停板，天天大赚。那请问一下各位观众，这样的投顾老师是不是黑心投顾老师？算不算？哎，谋财还不算呢、啊，顶薪未加是害命啊，加上谋财啊，对不对？这种黑心投顾老师是让你怎么样？钱不见不叫谋财吗？那万一一气哇中风哇挂掉，那还加害命哦。现在法律正在制裁怎么样？顶薪未全未加哦。谁来制裁这些黑心的投顾老师呢？你说什么？主管机关？哎，你不要开玩笑好不好？这些人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把啊，英文叫做 never ever 啊，他们从来都不把主管机关放在眼里啊。老船长，那他们放在哪里啊？放在脚底啊。那不然这么多年为什么他们还存在？为什么相同的手法每天大赚，每天涨停板，每天骗啊？为什么他们的会员已经输到快挂了？哎，对耶，老船长。所以各位观众，各位就要像我们伟大的啊英明的马英九总统讲的啊，要自求多福啊，要靠自己怎么样，全民抵制。你们就是马英九总统讲的啊，你们就是那些投资人，投资人就是老百姓嘛啊，你们要靠自己的力量来抵制，不要看这些老师的节目，不要参加他们的会员。至于法律这一部分啊，算了啦哈，听懂了没？对嘛，参加投顾啊，跟投顾老师操作，我认为输钱赢钱都很正常哦。参加投顾跟老师就一定赚钱，天底下哪有这种事情啊？你不要有神经病好不好？那这样大家都不要工作了嘛，跟着投顾老师就好啦。怎么各位脑筋不清楚嘞？哎，对耶，老船长你怎么那么聪明？废话，亚洲金头脑叫假的。那什么，如果你跟着投顾分析师操作赢钱很好嘛，对不对？如果输钱呢，那也很无奈，没办法。但是最不能原谅的是什么？你跟着他啊，交了会费，你明明已经快挂了，他在电视上天天公布涨停板，一只两只三只五只八只十只数给你看，有没有这种？有没有这种节目打开都是啊？他们的股票从来都不会赔钱，这就是构成诈欺。请问有没有法律制裁？没有啊。我再讲一次，没有。那就是像马总统讲的嘛，对不对？要靠自己啊，你不要参加，你不要看他的节目就好了。因为我们的社会是没有办法透过法律来保护怎么样这些可怜的投资人的，明白意思了吗？我讲话是就事论事啊，各位可以打开中华民国投顾节目来看，是不是一堆啊，90%几都是涨停板，涨停板，要不然就是软体指标永远在大跌前会告诉你怎么样要跌了，谁叫你不买它的软体？要大涨前呢，它都告诉你要大涨，谁叫你不参加它买它的软体？有没有？我讲的对不对？那你也参加也买了也挂掉了，根本是骗局嘛！我老船长会不会这样子？哎，全市场就你一个神经病跟人家不一样。对啊，常常大家都这样讲啊。谁不用黄贴子？谁不用立可白？谁没有折起来？海我就小弟我啊，这怎么骗啊？各位观众，这你教我怎么骗？我每天打开来，从第一天就没有黄贴子、立可白折起来。你每天印证我，问题是大盘是长这样，你要搞清楚啊。我的股票在哪里？在这里啊。大盘在哪里？在这里啊。你的股票在哪里？在这里啊。
我有在这边供北茶吗？有没有？有的话，请观世音菩萨作证，小弟下十九层地狱不得好死。你跟着一个金光党，你的下场会是怎么样？就是一个字，挂。这么简单的道理，我相信你有读过书，你也有年纪了，你并不是不知道，而是怎么样？你的心被魔鬼占据。就像魏英聪，他的心啊，早就被怎么样？被狗吃掉了。他如果有良心，他会干这个事吗？当然不会嘛。一样的道理，各位如果去参加那些投顾，把钱从100万输了30万，你老是继续骗，对不对？然后你还相信他，你还不离开他，你的心也被狗吃了嘛？很简单，你已经没有心了嘛。这时候就想到爸爸妈妈从小还有老师在小学的时候教我们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怎么样中国人，一句很简单的话，到了你这么大的年纪了啊，你跌倒摔倒了，你才能够体会那个其实对你来说有多么的重要。我老船长，我可以收不到会员都无所谓，你们我说过都去参加每一个，再来参加我都 OK 啊。你知道最可恶的投顾分析师哦，还不是那些骗人的哦，是那种坐在这边哦，拼命跟你讲说别的老师都是骗哦，其实他自己骗最凶。老船长，你在讲你啊？我不会哦，我全部公开啊，还跟观世音菩萨就抓我搞个戏哦。我讲的是没有做到我这一套的哦。哎呀，别的老师都骗啊，只有他最厉害，那种你们要小心啊，那种是高段中的高段。老船长，这样好难哦。不难，你只要我跟你讲的，天天涨停板的你不要看啊、哦，一天到晚送资料的你不要去拿，这样懂我的意思吗？还有呢，说别人骗自己没有办法挂保证的那个你也不要相信。各位，我有没有给各位看过 call 讯？哎呀，我买什么股票 call 讯，那个可以造假，我教过100万次，100万是形容词，好不好？就告诉你，有很多观众比白痴还笨。call 讯单是可以造假的，各位知不知道？啊，老船长他们公布那些绩效了，哇，赚多少点，股票赚多少钱，那都可以造假。而且主管机关就规定不能够公布，他们叫做知法犯法。会知法犯法的人，你觉得是不是金光党？当然是啊。你们看我什么时候公布我赚多少钱，我赚几根涨停板，我从来不敢讲，因为主管机关有规定。今天台北股市大跌120点，我不需要跟你分析我的股票多厉害，因为很简单，各位有没有眼睛自己看，台北股市在这里，你的股票在这里，我还要说什么？你当初如果跟的是我，你今天会那么惨吗？你可能100万变成130万、140万，就你跟的不是我，来回差100万，那你最后的30万你该怎么办？我建议你退出投顾，退出股票市场，不要再做，也不要再相信你跟的那个人，好不好？这第一条路。老船长有没有第二条路？有的。第二条路是需要勇气跟智慧的。电话在你旁边，导播没有要照那边啦，好不好？电话在你旁边，你有没有勇气跟智慧？你经历了人生这么惨痛被骗的教训，你还剩下最后的30万，我就明了跟你讲了，你只要愿意电话拿起来。当我把续品这一档股票做完的时候，现在还没有说做完吗？啊，我的下一档股票应该可以救你。你这样听得很清楚吧？因为续品还会涨嘛，所以我们一张都不卖嘛。你听得懂吗？后面看看那2000张空单会不会被嘎死？大盘不好，我们就稍微怎么样容忍它一下，让它嚣张一下，没有关系嘛，对不对？做人不用一次把人家打死。这样懂吧？那你续品从头到尾没跟到，对不对？你怕追高没有关系，下一档你重新跟着我，你的30万啊，仅剩的30万会有机会的。除了我以外，你认为你可以跟别人，那你就去。如果你觉得你最后的30万只有老船长可以救你，到了今天此时此刻，
我相信你有勇气有智慧。电话在旁边，朱晓明给他们最低的门槛，因为他只剩下30万了。广告中电话你要好好的把握，开始拨打。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只有晶片护照享有140国籍地区免签证或落地签证的好康哦。晶片护照有多重防伪设计，安全又便捷。第一次申办护照一定要本人亲自申请，还可以网络预约申办哦。如果护照遗失了，快到附近警察分局报案。出国前记得检查护照效期，要超过6个月哦。晶片护照安全又便捷，外交部祝您旅途愉快。详细内容请上网搜寻。不是青蛙不下蛋，不是鸭子不呱呱，没有错，就是这道光，让老船长带你乘风破浪，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打遍天下无敌手。你还在等什么？02-2389-8689，02-2389-8689。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启发财富，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发现财富的钥匙。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咨询热线02-2389-8689，02-2389-8689。股海茫茫，千变万化，多空趋势如何掌握？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启发头部卓越理财团队，整合优势资源，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最好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启发投顾，02-2389-8689，02-2389-8689。头痛，请用五分钟。爸爸，欧派亲密窗，专利波纹式导快，石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有了欧派亲密窗，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在家里打鼓也是白用。最气听，先用气听五分钟。现在这个时机，什么都斤斤计较，省电费、瓦斯费，样样有诀窍。